的污名，让我们造电楼台造不清楚。后面讲呢，这个桃源望断无寻处，桃源是什么？是桃花源地啊。我们就来讲人到桃花源地去避难了。那我们这样讲，就是把它用禅宗来讲，就是桃源就是莲邦，不是莲邦教化局啊，是莲邦是净土，是一真法界。桃源望断，望断就是很希望去，可堪孤感管蔽生，堪是不能忍受，孤管就是局管，被春天的寒冷锁住了，杜鹃声里斜阳暮，杜鹃就是唱的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，斜阳在傍晚的时候，这边就是说我们用禅来解释啊，就是啊，就是我有一个月迷津渡，我有一个下手方便的，我找不到渡口啊，我要回家乡怎么回去呢？就是等于说，哎，我们有个色摩他路，我们没有色摩他路，你怎么去能够修行正果呢？虽然你心里妄断，桃源就等于我桃花源地，我的家乡。啊，可堪就是能够忍受吗？在孤馆，孤馆代表我执，我被我执把它锁住了，闭锁在这个旅馆里面，人生就像旅馆。杜鹃声里斜阳暮，杜鹃在叫不如归心，好，赶快回去吧，不如回去吧。斜阳西下了，一切无常马上就到，要 cut in it as soon as you can，要赶快买不合作。啊，这是我们讲的，一首诗，我们用这个方式，就是他这边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这一条关键的色摩他路要出生死，如果你不知道真经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方便，你找不到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呢，好像这句话跟前言还不对后语，佛经有很多这种，它暗藏在里面，伏笔在这里。啊，后面你看，耳根圆通，这个全部都是修行方法，对不对？就接下来佛陀就给他暗示啊，你是用什么来见我跟？这是我们上次讲过了，我跟大众同时眼见，如来现今真心所在，所以叫七度真心的真，就是说现在如来要寻找证明这个心在哪里。我以心推穷寻着，推论寻找，即能推着我将为心。这其实就我们刚刚讲的寻视了，寻视心果就是在寻找啊，寻寻觅觅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，我用什么东西来思考一个思考逻辑去想事情呢？那当然用我们的心了，啊，所以到这里呢，佛上说堕，阿难是非不行，对我们上讲是个谤论，这不是你的心，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是我的心，我什么心呢？所以你看，佛突然这样子，前面都没有堕，这边突然堕一下。他那决然呢？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下面是一只鸟，然后下面是一只手抓啊，两个眼睛大大，决然的，吓一大跳，啊，very surprised，非常惊恐，立即就站起来，合掌，这不是我的心，什么是我的心？你看，慈悲我等当时何等？不是传统何等？不是是哪个？对，佛法阿难，此事前尘虚妄相想，或如真性，犹如无始至今日，任贼为子，师如圆常，故受轮回。好，这就是回应前面那句话了。不知常住真心，心你用众妄想生想，不生故有轮转。这句话，对，这个是前尘虚妄相想。就是我们凡夫，我们用的
不管你多聪明，都是用这个心啊，再笨也是用这个心，再聪明也是用这个心。啊，阿达玛，用这个心。你看，阔如真心，就这不是凡夫的心了。所以佛法是从禅定中、智慧中得到出来，不是用我们的妄想心啊。你得诺贝尔奖的还是妄想心啊？有一千个也是啊。犹如无始至今，任贼为子，痴如圆常，不可能断。就是那句话，换一个说法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 till now 都是贼，就是妄心，所以把我们的本性丧失掉，所以就会轮回。为什么禅宗要明心见性呢？明知本心，见知本心的就是真心，就是楞严经讲的。好，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。哦，好难哦。刚刚就是用书啊，慈禧出阵的似懂非懂，一定要把搞懂，不然就是一切众生自无私量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自常住真心。但是呢，